起悲，干旱的闺女儿扬起眉，七仙抱团山海推，关照幽默有了误会，拼出的美，扎出的威，扎出的威，独龙腿，螳螂拳，不进鬼子那不挂闲，冲天的炮，滚地的雷，关照的小鬼子有来无回，有哎嘿。来无悔，有来无悔。队长，小易怎么样了？鬼子对他动了酷刑，他恐怕撑不了多久了。啊？那我们应该马上行动啊！再拖延下去，小易不就太危险了。是啊，关键是，他一旦说出了密电码，咱们的损失就大了。眼看一部分人进入宪兵队，把小鬼的注意力引开；另一路呢，进入监狱救人。等等，救人归救人，但是不能用这种应聘的方式。那你说怎么办？我的方案是化妆潜入，救了人之后，外面有人接应，这样可以减免咱们的伤亡。你看，刚给你带啥来了？带着你的东西，给我走人！靠山，靠不住！你懂点事儿行不行？赵东杀人，俺不了解。那是俺大师兄，他能对你个娘们动手吗？他是想让俺帮他救人。俺要救不了人，他能饶了俺？退一步说，俺就是帮他救了人，那川崎能饶了俺？哪天啊，俺的脑袋啊掉了，你喝西北风去吧你！你冲俺发什么脾气啊？那些掉脑袋的事儿是俺让你去做的。你就别折磨俺了。俺这脑袋啊，是夹在屁股里面，整天提心吊胆，放个屁的功夫，俺这脑袋就没了。好了好了，知识你不容易，不怪你了还不行吗？给我戴上。这才是俺的小心肝儿。俺呀，只有到了你这儿，心里才踏实。你以后要多来呗。よし、もう一本で。はい。小青，你来了。俺来了，俺来了，俺们都来了。常队长，赵队长，皇帝。李子，你们都来了，俺们都来了，你现在安全了，赶紧把那个密电码告诉俺们，别耽误了打鬼子。葛平六，俺在这儿呢。那个密电码藏哪儿？你知道吧？
快说，俺们等着这密电码跟上级联系呢。在哪儿啊？快说呀！你起来，快说，在哪儿？在哪儿啊？喂，快说！川崎先生，薬が多く倒れました。バカもんが、いつ目覚めるんだ。多分、明日か明後日です。目覚めたらすぐ知らせろ。いいな。はい。你说什么？打了什么药？迷幻药。他把所有人啊都当成自己人，问他什么他说什么。好在他身子骨弱，又晕死过去，才没说出密代码的地址。我得马上通知上线。哎。王妃，你等等，你带上我去吧。你不能去，这是纪律。啊。对了，上次我跟你说的加入组织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如果真是像你说的那样，咱们俩能有将来的话，我愿意。王鑫，在国家光复之前，我们还不能考虑个人感情。好，但是我可以等。我先出去，等我走了你再走。那你小心一点。常队长，我们必须马上营救伊丽晶，你觉得呢？只能弃卒保车。不行，我反对。小一为了保护咱们大家吃尽了苦，他不该死，他该活着，而且他永远是我们团队中的一员。既然是一个团队，就应该从大局出发，不能为了救伊丽静而损失了密电码，得不偿失。对，常队长，你说的很对，我也能够理解。可是，小一的性命不能用得失来衡量，更加不能用足和居来做比较。我就算牺牲我自己，也一定把他救出来，绝不后悔。邱国华，你是要违抗命令吗？对不起，队长。你可以用军法来处置我。不过，就算我邱国华还有一口气在，我也一定要把他救出来。哎，就是啊，人家魏征元为了救咱们，在小鬼子那儿死扛着，结果没让鬼子打死，反而让咱们自己人打死了，这说不过去啊。哎，不要真是那样的话，以后谁还敢跟着咱们打鬼子？对呀，就是。赵副队长，你的意思呢？兄弟们，想救人的站到俺这边来，不想救人的站到常队长那边去。Thank you.
太君，太君，二军开始强攻了，多少人啊？天黑看不清楚。全兵力をこちらに集中いたしますか。貴様の一体のみで当たれ。ほっ。挑発には乗らず防戦に集中せよ。ほっ。太君，俺们这军队怎么行动？残りの者は私に従え。你跟着太君就完了。好，好。喂，我々は仲間だ。继续，加油！在哪儿啊？尹立静，你说呀！小叶，小叶，快说呀！密电码在哪儿？小叶，快说密电码在哪儿？快说呀！快快！小叶，小叶，快说呀！小叶，小叶，队长，要干嘛？时间来不及了，我必须除掉他。不，你要杀了他，就先打死我吧。让开！让开！不，让开！让开！
入れ。はい。为了强化治安，对破坏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的赤匪伊利静，本司令部定于本月5日5时在广场公开执行枪决。哎呀，この広場が処刑場だ。貴様らに問う。あちら軍は次はどんな作戦で来る？自分はおそらく八郎軍が処刑場の周りに地雷にて混乱を起こし、その騒ぎに乗じて人質を救出すると思います。こちらがあの女を護送する系、こちらに我が子、そしてここは行き止まり、奴らの逃げ道はここしかない。这儿是押送女八路的进口，这儿是一个死胡同，那么这边就肯定是他们的退路。对，这儿应该重兵把守。ここに兵を置きましょう。いや、そこには置かない。まず奴らを油断させて誘い込む。不，这儿不能派重兵把守。如果在这儿开一条口的话，那么从这儿出来的肯定就是八路。高，太君，太高了。在这儿留个气口，让他们钻。八路着急转移他们的女同伙。先钻出来的一定有大头目啊！しかし我が軍はそこに置かない。ワナです。お前の態で十分だ。ただ罠だと見破られないようにすぐに逃げるな。奴らは狡猾だからな。ワナ長、太君派你镇守这里，记住，千万不要露出破绽。はい。赤川、貴様は二隊を率いて。南門にて潜伏せよ。はっ。酒井、貴様は一帯を率いて処刑場周辺だ。奴らが来たら一旦見過ごせ。そしてワンライズの隊が突破されたら前後こうして南門にて殲滅せよ。はっ。残りの者は私に従え。私の命令があるまで絶対に動くな。はっ。就算截下伊雷镜，我们从哪撤退呢？特派员，这次营救计划太危险了，应该取消行动。不行，绝不能取消行动。赵副队长，请您理智一点，这次行动关系到整个别动队的安危。什么理智啊，王志，这些俺都不管。见死不救，那不是俺赵小东的作风。一个人和一队人，哪个更重要？你明白吗？一旦出现了危险，以后的任务谁来完成？冒险营救是不明智的，你要坚持，就要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你让俺给你个理由是吧？俺有。进来，常队长，常队长，俺们都听见了。你们，兄弟们，你们说，救不救？救，一定要救，咱们不救了。就是。咱们一群大老爷们儿，不能看着一个姑娘去受罪。对，就是，是不是？是的。队长，
你能考虑到全体人员的安危，能够顾全大局，这是对的。不过，你也一定能够理解我的心情。你放心，我不会连累弟兄们，我要自己去救丽姐。啊，即使是死，我要跟她死在一起。白灿，小姨也是我们的妹子，我们一定要去救。就是啊，不能让她自己去。大家一起去，一定要把她救回来。你要去，咱不能让她自己去。常队长，你看呢？救。在座最后一次任务确定。朱元璋，到。我负责在高速观察局次打信号，狙杀刽子手。掩护兄弟伙。救国华，到。我负责跟赵队长、马太培元去刑场周围的人群中设伏，待皇帝狙杀刽子手之后，我立即上前解救伊丽静。另外，配合小组其他人员进行定点爆破。俺跟马宁同志负责搭救伊丽静，等把伊丽静救出来之后，与大部队会合，然后再一起出城。我负责袭击宪兵队，并掩护大家撤离刑场。咱们一定要把伊丽静救出来。是，队长。
走走，快点，快走。那不是王来子吗？他没发现他们吗？吴泽哥，王来子不会知道咱们要干嘛吧？散开。快。鬼儿子，你多了安逸呀你！就这儿。西から攻めてきました。構うな。これは陽動に過ぎん。さまは自分の武将を固めておけ。はっ。兵を出動しろ。这回绝对不会放过你。弟兄们听好了啊，土八路冲过来了，放两枪就知道啊。快撤。排除。八路军啊，你是东卫，逃げていきました。酒井。貴様の軍人の誇りにかけて、一人も取り逃すな。一人もだぞ。はっ。殲滅しろ。けん。はっ。站住！情况怎么样？鬼子在西门屯了重兵，实在是突不出去了。回城去缉视他。好。队长。
小鬼子追上来了，我带人把鬼子引开，你们快走。 八旗六鬼，我昨天给死的，怎么办？死了！快上！慢点，慢点！情况怎么样？南门被小鬼子封住了。 那厂队长他们呢？带着小鬼子在厂里转悠呢。慢点，慢点！小英，小英！啊，小雪，咱们没呼吸了啊！快上，时间太长了。快去建议自己黄瓜刀。你好。怎么样了，侯先生？这医疗设备先看了，这没上医疗设备，我怎么办呀？ 小一。
小姨啊，这以前总是你给大伙包扎，今天我也给你包扎一回。那当然了，我包的肯定没你好。不疼了吧？小姨，先别睡了啊，天黑了呀，咱们就回家啊。 不可能，没走，他只是睡着了。小姨，你告诉他们。 会走的，我还有很多话没来得及跟你说，你不能离开我。 大家好，叫我小一就可以了。我最喜欢《红楼梦》了，小青，你唱的真好听。 傻瓜，说什么呢？事情办完了，我很快就回来了，怎么说的跟永别似的？国华还没吃饭吗？ 两天了，谁说也没用。小童，小童，小童。<笑> 干啥呢？你们俩聊天呢？